让大家起来重了一下。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？就是一生吃最多苦的就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只要有水，种上就也肯长的。觉得今年就比年好了，说呀，这个地方还越来越好嘛。不要做中国葡萄酒，我就要有中国自己的建筑者自信。对你来讲是不可能，对我来讲是必须可能，因为我没有退路。能不能干？他说不能干，我说那你就下课。因为我会觉得，一旦他们毕业了，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，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。